就可以凑齐200万两，能否让王公公再宽些些时日呢？王公公菩萨心肠，好说话。可午门外的铡刀，不等人呐。是，钱我会想办法尽快交给公公。只是，我父亲那边，你父亲的事，王公公已经在上下周旋。 可若没有银子，谁会替庄老将军出头啊？是，我会想办法。您便能说父子含兄。应该，你一个少将军。 还要看你手下副将的脸色。这，哼！前些日子，他们可是劫了大批官银，你们捅的娄子，皇上可让王公公担着？我劝你，尽早把他们供出来，也好划清界限。 这不可能，子涵兄与我情同手足啊！舍居保帅嘛，江城一牵扯出你来无所谓，可王公公的英明，容不得半点污水。子涵兄是不会出卖别人的，<笑>只有死人。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眼下筹集了160万两，太好了！现在银子藏在何处？少将军，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银子的事情你不在过问，为何又提起这些？子涵兄多心了，现在官兵到处追捕你们，我只是担心你们万一……我江城一拿性命担保，银子的事情不会出任何差错。盗抢官银不是正途。 少将军牵扯的越少越好，我江城一的手可以脏，可庄家的名声不能有任何污点。子涵兄的恩情，在下铭记于心。王公公那里现在有些变化，我想把银子早一点送过去。变化？老将军如何？父亲还好，是我有些担心罢了。少将军，你可不能被那帮阉人牵着鼻子走。 他们一个都信不得。子涵兄，这不是王公公的意思，是我的想法。我想把银子早些送过去，让王公公也好提前打点一下，这样父亲也能少受点苦。少将军的心情我能理解。一想到老将军在牢里受苦，我也是彻夜难眠。可是这帮太监眼里只有钱。眼下我们马上就要成功了，如果鲁莽行事，出了任何差池， 后果不堪设想，还是筹集齐了银子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吧。少将军，你务必要相信我等。好吧，也只能这样了。还有厉天王这个败类，老将军不在的这段日子，他越发的猖狂。我亲眼所见，他带领手下兵卒杀粮冒功，肆意的掠夺民财。
百姓被他害得苦不堪言。现在还是救我的父亲要紧，厉天王的事情还是先放一放吧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保重。子涵兄，多加小心。千武大人，你想死，我可不拦着你。江成一要是跑了，你正好进去陪你爹。你伤得太重了，
带什么好吃的了？碰上的，能不管吗？带刀的人自己选的命，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，不都是他们害的？好了，官爷心软啊，可是总不能现在把他丢出去吧？爷爷，你就让我省点心吧，以后啊，你不许再出诊了。来，我看看，这是哪儿？夏青村老朽的家里。水，来，喝碗水，喝口水来。放心吧，这里很安全。老朽是在河边上遇见你的，你当时昏迷不醒。多谢救命之恩，在下蒋荣，等我伤好以后，好好回报你们。你还是赶紧养好伤，养完伤赶紧走。别着急，安心养伤，好好休息。
公司医院。啊，就这儿。大人，来，我来帮你吧。干嘛把我当仇人一样？幸亏你碰上的是我爷爷，换做我，我才不管你。看你那天那身打扮，要我说，你不是逃犯，就是盗匪。我算是强盗吧，不过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们祖孙俩的。而且我从不碰百姓的东西，只接官银。说得轻巧，你们是只接官银了，那官府的钱是不是也从百姓这儿来？再说了，你们四处兴风作浪，弄得人心惶惶的，老百姓能有太平日子过吗？说到底，你们就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牺牲百姓的幸福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说的很对，不过我没想到你这么一个小女孩竟如此的坚持，是我小瞧你。这段时间看你不怎么喜欢我，还没敢问姑娘芳名呢。我叫薛福灵。你说，爷爷救了你这么多天，你一个盗匪，倒是吃得饱睡得香啊。救命之恩，莫齿难忘。等我养好了伤，一定好好报答你们。这位大哥，这不错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村外人，个子跟我差不多，有一些胡子？没有，没见过，本村没见过像你说的这样一个人。哦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好。家里怎么只有你和爷爷啊？你父母呢？我是爷爷捡回来的，我父母。我没见过他们。哦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你爷爷为什么不带你离开这里啊？爷爷他不走，他说了，他是这儿唯一的郎中，他要是走了，这村子里的人就更没活路了。少将军如何找到这里的？那日你与我见面之后，消息全无，我怕你出事，所以四处寻找，终于让我寻到。那日分开之后，
我被一伙黑衣人给伏击了。伏击？你受伤了？严重吗？啊，放心，这家人救了我，而且我的伤势也快好了。对了，银两的事情我会尽快筹集的。赎金虽然要紧，但是子涵兄的伤势更为重要。子涵兄还是要保重身体，况且这次子涵兄受伤也是因我而起。你别这么说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我最近少将军、少将军的叫你，咱俩的关系都疏远了。是啊，我也有些别扭。想当初咱们在庄府的时候，还不是这样的。真拿这儿当贼窝了。上次你说的那个厉天王，他原本是个兵痞，靠着出卖兄弟得到了王公公的赏识，这才有了今天的权势。这帮阉党私底下扶植军方力量，看来所图不小啊。当初王公公也想拉拢父亲，但是父亲看不惯他们的做派，所以就一口回绝了。老将军被诬陷结党谋反，怕是与阉党也脱不了干系。如果，我只是说如果，某股势力想拉拢我们，这样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兵马，父亲也可以因此得救，子涵兄意下如何？不行，老将军最看不起阉党之辈的做派，难道我们要成为趋炎附势之辈吗？如此做了，良心何安？但是没有权势，我们只是任人宰割的鱼肉，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了权势再一展抱负吗？过程和结果一样重要，踩着别人的血肉上位，每日为了权势勾心斗角，如何替百姓张目？好了，不用说了。子涵兄的意思，我明白了。我这一路在想，如果没有找到你，也许是件好事。天色不早了，我要走了。我送送你。保重啊，子涵兄，下次再遇到危险，还是要以性命为重。放心吧，少将军，你也要保重。刚才那谁呀？一个朋友。看你们那么亲热，我还以为是你的绿林兄弟呢。他不是，只是个旧相识，好久不见了，恰巧碰到而已。那你……我能求你件事吗？就当今日没有见过我那位朋友。毕竟我走的不是正途，有些事情知道的越少越好。并非不信任你，是怕连累你，对你、你爷爷，还有我那位朋友，都是如此。千户大人，深夜来访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实不相瞒，我是来报丧的。你是说我爹他
庄老将军在狱中暴病身亡了。怎么会？庄公子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。千户大人的意思是，庄老将军虽然战功彪炳，蒙及三代，但你们庄家这次牵扯的可是谋逆大罪。老将军生前没能洗清罪名，他这一去世，你可就永为庶民，再也不能翻身了。请千户大人明示。这次没能救出老将军，王公公也十分惋惜。他决定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可以拿回庄家的基业，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了。让我考虑一下。考虑好了，马车在外边候着。薛郎中，薛姑娘，承蒙二位救治，江某感激不尽。我并非正道中人，未免连累二位。欺负我，你都欺负我。哎，这驴子可没惹你，怎么这人走了还没半天就想他了？爷爷胡说什么呢？怎么这是要去送药啊？不然我还能去找那个白眼狼啊？哎呀，人家还不是临走留了一封告别信吗？救了他那这么多天，他就留了一封告别信就走了，这还不是白眼狼啊？人在信里说了感谢的话，而且我们做这些并不是图这个嘛。我还是担心这孩子的伤势还没全好，他死了才好呢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走了。早去早回啊。我并非正道中人，未免连累二位，因此不告而别，不胜惶恐。二位的大恩我铭记于心，日后必然重谢，以免带来麻烦。还日后必然重谢，信了你才有鬼。下。什么？干什么？这俩的什么？从哪儿来啊？下青村。下青村。给我拿下！是。哎，你们凭什么？
我问你的，敢有半句假话，你明白是什么后果？明白明白。你们是厉天帮的人？是是是。来这里做什么？让我们来封锁道路，凡是从夏青村过来的人全部捉拿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村子里搜过了吗？大王亲自带人去巡村。你们都听好了，再敢为非作歹，定斩不饶！滚！谢大爷，谢大爷！他们要去屠杀村子，我必须马上回去。别急，我陪你一起。把他给我带上来！青村的人给我听好了，谁再敢收留盗匪或者背地里和我厉天王作对的，下场就和这个郎中一样。是来找你的吧？我跟爷爷生活的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来到我们家？你知不知道爷爷是我唯一的亲人？你知道我现在多想杀了你吗？其实我不叫蒋荣，我的真名叫江成一，是朝廷通缉的要犯，那个厉天王是来追杀我的。血郎中因我而死，你杀了我吧。你们俩的命我都要，但你的命我先欠着，我要你帮我杀了李天王。我答应你。
退下吧。千户大人，嗯，怎么样？我们到的时候，他们的人已经不在了，而且那个郎中嘴又很紧，什么都不肯透露。然后呢？ 我把他斩首示众了。什么？当初说好不伤害这家人性命的。庄公子为何如此同情那家人呢？仔细想来，您那日提供情报的时候，可是十分的不情不愿呢。 是我在公公面前硬逼着你说出来的，这些线索加在一起，我难免要怀疑你护兄心切，故意走漏了风声。我自然不愿意出卖子涵兄，但你一直派人跟踪我，就算我不说，又能如何？至于千户大人怀疑的那些，我自夏青村回来之后。 就一直在你的监视之下，我又如何能有此神通呢？你是说一有机会你就这么做了？绝无此意。我劝你不要口不对心，既然已决定站在公公这边，就不要三心二意。是，我只是单纯的为那个郎中抱不平，他是个好人。 不知道江成一的身份，实属碰巧搭救而已。他不该有此下场。这是乱世，没有力量的人能活着就不错。乱发善心，收留朝廷重犯，这是自寻死路。庄公子连这都不明白吗？公子出身将门世家。 文武双全，他公公最看重你的不是这些，是识大体。明白吗？明白。能得到王公公的赏识，实属万幸。你最近屡屡失败，如此下去，公公可要怀疑你是否还有能力担此重任了。你别忘了，你这个位置可是有不少人觊觎的。这次特让庄公子过来协助你，你们可要好好表现，不要再让公公失望了。 请转告王公公，我保证下一次绝不会再失手。你还想有下次？ 贼东西，又来找他！来来来，娘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
苗呢？放下，放下。哎呀！不然这个死胖子，抓住！哎哎哎！你小子哪里跑？哥哥，对不住了啊！嗨，呀，给我下来！来，你上来呀！有本事你就再也别下来了！哼，是大哥回来了吗？不是。也不知大哥跑哪儿去了。这画的都什么呀？一点都不像，怪不得抓不着你。如果我真能拿到江城一的人头，官府会给我50000吗？小姐，好大的口气啊！各路大王都奈何不了的人，你也有个想法？想法不重要。主要看我有没有心情，对不对？要说呀，这帮盗匪都并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抢官府和大王，从来不欺负百姓。总算还有一句实话。怎么进城了？不是说好去你们山寨吗？山寨就一定在山上？难道不是吗？人人都这么想，所以没人能抓到我。我还有一个身份，就是本地的议程。议程？议程不是朝廷命官吗？没错，上次暴乱以后，原本的议程为了保命放弃了驿站，躲进了村子，装成了村民。我找到他，花钱买了他的官邸，带着兄弟们住进了驿站，平时维持着驿站的工作，主要是为了收集官银的信息。找你都找不着，急死我了，也不知道捎个信回来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要是晚回来几天啊，我和红娘都有戏。哎呦，大哥，一会儿我给你弄只羊，咱们好好庆祝一下。再不回来，我真打算给你做口棺材了啊！说什么呢你？大哥，咱们赶紧开工吧，不然手艺都生疏了。哎，大哥刚回来，多休息几天，不着急开工。啊，对了，这位是薛姑娘，我的救命恩人。薛郎中被杀了，所以我才带着薛姑娘回来的。这就是我离开大家以后的遭遇。大哥，咱们现在就去找那个狗日的算账。什么狗屁李天王，臭爬虫一只，仇一定得报，但是不可以轻敌，毕竟对方人多势众。刘贤弟说的在理，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，大家听我安排。冯爵，你即刻启程前往打探，除了厉天王的消息，你还要去少将军那儿一趟，我怕他有危险。嗯。林青、林云，你们协助葛大哥准备武器。嗯。这次不同以往，我们要正面突击一支军队，所以还要劳烦葛大哥制造一些攻城的器械。嗯。刘贤弟和我制定策略，在这期间由胡山负责驿站的守卫。好嘞，大哥。
姐姐，你这些都是什么呀？这些呢，什么都是，又什么呢，都不是。能喝？嗯，好喝啊！姐姐，我尝尝别的什么味儿。等一下，放心吧，这些药粉呢，本来什么用都没有，但是合在一起呢，却又无所不能，既能帮人，又能害人。所以说，在我们这里最惹不起的人，那就是他。他既可以把糙米杂粮做成山珍海味，但也可以做成害人的毒药。如若不是他心疼大哥，我们可能早就活不到今天了。刘真，你今天多吃点，我能让你七窍流血，七天七夜，生不如死，你信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谋杀亲夫那可是大罪。我撕烂你破嘴！你别跑！站住！救命啊！站住，你小子！你看着我干什么？其实你骨子里还是个女孩。怎么说话呢？我一直以为你投错胎了，你应该是个男人，而且是特别仗义的那种。我才不做男人呢，丑死了。所以我错了吧？如果你生在一个好人家，一定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大才女。我懂医术，我会接生。才女会吗？不过说真的，你们为什么会落草呢？之前没想过这个问题，这几天接触，我发现你们都是很好的人。为什么会选择做匪盗这一行呢？因为我们欠一个人的债，需要很多很多钱才能还得清。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吧。杀厉天王，我要亲自动手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等明天冯爵的消息回来，咱们就可以行动了。葛大哥，武器准备的如何？武器来了。好消息，厉天王带兵从他王八壳里出来了，看样子是要去搜刮民财，今晚就会在野外安营扎寨。真是个混蛋，早点除掉他，百姓们就早点过上安生的日子。如今他自己出来，还省着我们担心，攻不破营寨了。机不可失，诸位即刻开始准备。是是是，冯爵啊，少将军怎么样了？已经不在原驻地了，暂时不知去向。
爷，来。从哪儿飘来黄色的烟？兄弟们都迷倒了。都别慌，捂住鼻子，面朝北方方向。等会儿，看你的了。老黄，啊，狼哥，你这是做的什么玩意儿？烟花呢？暴雨梨花针，你没听说过吧？那个不是装在木盒里的吗？做了点小的改进而已。活，好了吧？对准一点。好嘞。厉天王，你不是在找我们吗？我们来拜访。哼，就凭你们几个贼寇，还想杀我？哼，
看来还有时间，我就陪你玩一会儿。姚先帝，时间差不多了。谁敢杀我？有一点你没说错，我们是不会杀你。看那边，杀你的人已经过来了。不要勉强自己。慢着，少将军，我们来交换如何？怎么交换？我们各派一人护送人质过来，如何？德哥，我去吧。你们不是行走江湖的大盗，难道
就没有人看出来有什么蹊跷。薛姑娘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江神医，我问你，你说的那个少将军，就是来我们家见你的那个朋友吧？我先不说你们两个什么关系，既然他是你的朋友，他就不可能跟厉天王是一伙的，对吧？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兵营里？就算他被俘虏了，他也应该是在城寨，不应该跟着去行军啊。也许是行军路上被抓的。那今天晚上呢？他刚好就在经过的时候摔倒了，太巧了。你怀疑少将军和厉天王是串通好的？你总说少将军，少将军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你当时不是不明白为什么厉天王会追踪你到我们家吗？我今天到了兵营，我才知道，头一天他来见你，第二天我爷爷就被杀了。薛姑娘，今日没让你杀厉天王，是我失言。你的心情我理解。你爷爷被杀，我也亲眼所见。我江成一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今晚你所说之话，我可以当没听过。但是从今往后，绝不允许你再如此非议少将军。还委屈着呢，我倒是没什么，只是很多蹊跷他真的是解释不清啊。无论有何蹊跷，我们都要去。我不明白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少将军对你们来说那么重要。我只是对他有一点怀疑，江成一他至于那么大反应吗？其实我们不是土匪，是兵，官兵。我们曾是辽东都司庄楚明的部下，少将军是他的独子庄宇辰。庄将军战功显赫，不料被人陷害谋反。江大哥在狱中见到了庄将军，将军托他照顾他的独子。江大哥费尽心思才找到了庄宇辰，同时也得到了一个消息。就你爹准备银子200万两。只要拿出200万两银两，我们就能救出庄将军。为了报答将军对我们的恩情，我们自愿地聚到了一块儿。江大哥为了凑足银两，不得已才带我们结了官银。准备。从此，我们落草为寇，
就差少许，我们就凑足了银两。可是偏偏这个时候，姐姐，我真的是没有私心。我知道现在江大哥我的话他一句都听不进去，只是这件事儿，我觉得他不对劲儿。你们可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！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，我懂你的心思。好手下，这次的折损怎么和公公交代？若不是我的出现，恐怕你连性命都丢了。哼，你倒不用关心怎么向公公交代，只要你还活着，我们就可以给公公一个满意的结果作为交代。你说怎么给？抓住他们，拿到官银，这样不仅公公不会责罚，恐怕还会有赏赐。哼，哎，你倒是想通了，打算走我的老路。哼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的那些手下个个身怀绝技，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。子涵兄除了筹备赎金之外，眼下最关心的也就是我的安危了，所以他肯定会来救。是吗？啊，好，我多派几组巡逻的士兵。不可，他们随我父亲征战多年，熟知兵法，目前他们人数处于劣势，所以他们定会智取而不是强攻。准备好了，上。自己兵器放下，还这个，快点。我们士卒众多，兵甲丢失在所难免。就这样让他们随意的进来，我们如何识别他们？我自有办法。他们出身行伍，可以利用他们熟悉军营的规矩来让他们阴沟里翻船，我们好可以请君入瓮。上。江成一、刘真善用剑，胡山善用斧，冯爵善用双枪，林氏兄弟善用弓箭，他们为了混进军营，必然会使用统一的兵器，如果没有顺手的兵器，他们的战斗力会大打折扣。他们每个人都各有本事，定然会在军营内各处动手，来分散我们的兵力。这个策略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优势，
也给我们带来了机会。关门。柳红娘善用毒物，厨房饮水肯定是她的目标之一，让抓捕她的人多备驱毒解毒等物，在这两处便可守株待兔。冯爵袭营经验丰富，定然会以粮仓为目标，他身手灵活，可让人多备兜网。林云善用弓箭，定然会登高巡视野开阔处，在军营高处设下埋伏，便可一举成擒。葛岩能工巧匠，善用火器，军械重地定然是他的目标，可教士卒多备水龙几桶作为防范。他武功不高，胡山定然护卫葛岩左右。老哥好了没？胡山力大无穷，但一个人力气再大也有极限，可派剑卒用套索应对。如此一来，只剩下江成一和刘真两只没了牙的老虎。我一个人就能对付了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毕竟，他们几个还得活捉。活捉？我看大可不必。只剩下江成一一个活口。逼问银两下落即可。不可，子涵兄是个难得的硬汉，更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，你要是用皮肉的刑罚来对付他，倒不如以柳红娘他们的性命作为筹码相要挟。再不济，你还可以利用我给你演上一出好戏，逼着子涵兄说出官银的下落。你小子是真够狠的呀，那些人对你死忠，你竟然这样算计他们，怪不得王公公如此的看重你。如果事情顺利，我希望他们被擒时我能回避一下。怎么这个时候心软了？假仁假义。哼，孩儿知道父亲大人的死，必然和王太监这帮阉党脱不了干系。父亲大人铁骨铮铮，岂会熬不住拷打？如今孩儿屈身是贼，也是为了得到阉党的信任，不得已，孩儿只有牺牲子涵兄他人。待我取得兵权，夺得权势，再替父亲大人和子涵兄报仇雪恨，
愿父亲大人在天之灵保佑孩儿事成。算把你们几个给抓住了，副官，转，吩咐各营喊话，让江成一自己站出来，否则每过半个时辰就杀他们其中一个。得令。不用麻烦了。我就在这儿，束手就擒吧！就凭你们几个，怎么和我厉天王斗？厉天王，是我输了。我没想到你一个莽夫还会用计。哼，你也太小瞧老子了。不过这次，老子有个好军师。少废话，交代官银的下落，老子给你个痛快的。我只告诉你一个人，让他们进来。Woo!
们交过一次手，这个厉天王对我们的特点恐怕了如指掌，难免根据我们的特长下手，所以不如将计就计，示敌以弱，假装被擒，等待机会，我们就一举即防。都给我听着，你们大王在我手里，如果你们还想打，我奉陪到底。把兵器放下，自行离开，我不会为难你们。这样就能赢得了我吗？那如果他再拿人质做要挟呢？不给机会，强抢少将军。林云，动手吧。大哥，已经答应过薛姑娘，还是让她来吧，只要能将她除掉，谁杀了她都一样。等等，等等，你们放了我，我告诉你们一个重要的情报，作为交换，如何？还等什么？少将军，你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。子涵兄，就此告别吧，后天就是十五了，我还要去趟风波亭。我和刘真随你同去，以免遇见什么危险。不必了，我走的都是官道，厉天王一死，想必也没什么可担心的了。还有，大家为了救我而奔波，导致林星兄弟的身陨，人死为大，林星兄弟的丧事就不要再拖延了。各位，告辞了，待我处理好家事，立刻前往击败林星兄弟。少将军保重。少将军保重。保重。下。薛姑娘，我能求你件事吗？就当今日没见过我那位朋友。他们要去屠杀村子，我必须马上回去。少将军，既然他是你的朋友，他就不可能跟厉天王是一伙的，那他为什么会出现在兵营里？我绝不允许你如此非议少将军。江成义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赢得了我吗？你们放了我，我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情报。还等什么？
薛姑娘，怎么了？什么吓到你了？没什么，好像看到一条毒蛇。哼，原来你也害怕毒虫之类的东西啊。毒虫不像猛兽，尖牙利爪一眼就能看见。隐藏越深的东西，可能就越致命。咱们得快点回去，银星兄弟的后事得抓紧了。驾。